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各区的里长的座谈日前来到了新庄区，会中针对第一公墓迁葬的问题，祥凤里里长赖俊良他要求，除了要紧速完成迁葬之外，后续的绿地公园如何规划，也要让民众知道。新庄区祥凤里长赖俊良日前利用市长侯友宜与里长座谈的机会，针对第一公墓迁葬的作业以及后续绿地公园该如何规划，要求相关单位要说明清楚。因为你后续你要迁葬的时候，你要编列预算，再者你要绿美化，迁葬绿美化时的规划如何，细则如何，蓝图如何，你应该要来跟地方来说明。不要自己你们市府自己讲一讲、弄一弄，然后就又简易的又完成了。这个是我们地方比较在乎的，也比较关心的，所以我们要持续列管。目前针对新庄第一公墓办理现场墓籍牌设置作业，预计109年2月24号到12月公告迁葬，110年初进行迁葬的工程，后续也会请殡葬处与里长保持沟通。这一个案子我们后续，包括殡葬处一定在做，我想殡葬处在做各阶段的时候，一定会跟地方做好沟通啦，会主动先做好沟通，这个我有跟殡葬处这边已经有说明过了。公告期满之后，预计最快在110年6月完成迁葬的工程，并且进行简易的绿美化，后续则是土地的利用需求，由相关的机关来做开发。记者沈仲林、景于新庄采访报道。